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熊恩。好，今天来钓螃蟹，我好久没钓，嘎山了。现在那个秋刀鱼蛮贵的，好，一尾竟然多少？30。有点贵了，不过一样要来试看看。那我明天早上再来收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好，现在装好了。那我要去那个我常去抓的点来试看看，因为今天涨潮的话是晚上的清晨1点多。我没办法顾，所以说我只能保用，不要被拿走，来试试看能抓到几只，顺便记录一下。那呢，超级暗的，好了，尽量大声一点，因为粉丝反映说太小声，开始了，这里，我要尽量丢里面了，应该这里，这边路可以下去。我去洗一下，我有点危险。我要绑在那个旁边那里。这里啊。好，现在还比较暗一点，因为晚上。好，那我转一下镜头。那我期待明天的收成。那转一下镜头。我回来喽。好，现在来看一下黑色不色。恭喜！哇，解开！再一次，拿起来，开奖！在不在？哇，断掉！哇，扑空！哇，不见了！